说十点我会变新孙，将你五角金鹰做掉，是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。来五角金鹰，鹰鹰入心灵，混出伊个五角金鹰气。五角金鹰，五角金鹰，为何人社会称作五角金鹰？因为在在眼中，五指镜头的人拍出五只鱼眼，气气死死，所以人才称呼伊做五角金鹰。有用不尽的功夫，最不完的敌人。五角金鹰简单简单，出一只鹰，要来对付混沌怪兽。